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潘培金。年节期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家人团聚在一起，而团聚在一起不免的就是要一起用餐了。要如何用心吃好餐，不只是让自己的家庭能够快乐的过新年，还要能够健康的过生活。事实上啊，就有一群科学家研究出了一份救救地球菜单。因为呢，其实科学家就指出，在2050年，有可能全球人口会超过100亿，所以每个人吃进的食物都好重要。怎么样能够透过你的菜单来拯救地球呢？事实上，就是用大量的蔬果还有豆类来取代你现在在饮食的主要食物。而要怎么来进行，还有科学家是怎么建议的，透过影片带你一起来了解。想要吃的健康，餐桌上食物要如何选择？ Far too many people eat far too much of the wrong things,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This contributes to obesity, to diabetes, there's malnutrition as well. 现代人外食重盐重油大鱼大肉的饮食习惯，不仅危害身体健康，还加重地球负担。全球37名科学家就花了2年时间，参考16个国家的饮食习惯，研究出一份救救地球菜单。目标拯救2050年世界100亿人的健康，并减少对环境伤害。Of all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oblems we're seeing, can be attributed back to the food and the choices that we're actually making about what we eat on a daily basis. 希望改善地球环境，必须做出点牺牲。减少荤食、蔬菜、水果、豆类和坚果的分量提升一倍，而因不同地区会有不同情况，像北美的民众豆类数量要提升6倍，欧洲民众坚果则要提升15倍。从坚果和豆类中摄取蛋白质 ，half the amount of meat and sugar, and double the amounts of things like nuts and fruits and vegetables。研究指出，全球农业占地近40%，温室气体排放30%。土地改为生产食物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最关键因素，畜牧业更是造成碳排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如果落实这项菜单，预计每年将可以拯救1100万人。不但可以改善饮食习惯不良引发相关疾病，更避免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冲击更多无辜民众的性命。这份救救地球菜单您是不是也很有兴趣呢？而今年我们就要邀请您一起来蔬食过新年，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的医学中心的营养师叶文俊养师。文俊养师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还有呢，在身边这一位啊，真的是我们慈济慈大附中的妙善厅的主厨管俊宇主厨。俊宇主厨好。主持人好，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早。是的，哇，主厨，我们现在看到面前的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这个年菜，看起来很厉害，是不是很难煮啊？哦，其实这道菜其实以一般的家庭主妇来讲的话，都能够做得到哦。它的食材也都是容易取得哦，还有它的特色就是它成本低廉哦，一道菜大概成本不到100块哦，就可以做出一道。感觉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年菜，然后又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欸，真的耶！你刚刚说不到100元的材料，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餐厅里面才会出现的年菜。是。那您是不是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它里面有哪些材料呢？我们这道天香如意腐皮卷哈，我们这里的材料有，板豆腐哦，500克，还有芹菜2株。还有香菜2株，以及皮蛋1颗，还有鸡蛋1颗，还有20克的面粉，好，还有15克的水。然后我们的面粉跟水，我们把它调成糊状，好，还有就是2张的腐皮卷。嗯哼，好。哇，这样子这么多的材料哦，这些材料听起来好像都还蛮健康的，而且真的好多颜色，看起来就是年节菜的时候特别有丰富的感觉。是。那主厨可以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菜要怎么样来做才可以像您这样子，哇，眼前可以有这一套这么棒的年菜？哦，是我们这道菜哈，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把红萝卜哦，以及还有皮蛋哦，我们皮蛋先把它给烫熟哦。烫熟切丁，然后红萝卜我们把它切小丁，也是把它烫熟，然后取一个盆子，然后我们把芹菜也是给它切短节，然后还有香菜也是切末，
然后取一个盆子，然后我们就把板豆腐放进去，然后把所有的材料全部倒进去以后，我们就加了1/2 茶匙的盐巴，然后1/2 茶匙的胡椒粉，然后还有1/4 茶匙的糖，好，那我们就全部和在一起，对，就全部把它和，用手吗？两只手这样子做，是，我们就用手把它和在一起就好了，很疗愈的样子。对，好，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腐皮哈，把它摊开之后，然后我们就把材料哦先取一半，然后就把它给放上去，然后把它卷，卷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收尾的时候，我们再把面糊哦把它给。把它给那个抹平在那个尾端那一个部分，然后把它卷起来，然后我们再以家庭主妇来讲的话，我们在家只要用煎的哈，然后带油多一点点哈，然后半油煎的方式就可以做了。嗯，了解。而且在这过程里面，应该也可以让小朋友来参与，对不对？尤其是在混合的那一个阶段，这也可以促成哈亲子活动哈，然后就是一同做一道那个年菜。而且哈，真的是还把这个芹菜跟香菜算是小朋友比较不喜欢吃的食材啦。但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他自己一定会很想吃。是。那营养师，我很想很好奇的是哦，刚刚讲的这些材料里面，在营养学来看，有什么样子的营养价值呢？首先我们的腐皮还有我们的板豆腐是我们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那还有我们的蛋也是蛋白质的来源。那再来使用到的蔬菜类有我们的香菜还有我们的芹菜，这两个的话它有自己独特的香气，能够提升一些香气，减少我们调味料上面的使用。那再来的话，芹菜的话它富含膳食纤维，那可以帮助我们在排便上啊，然后改善我们的肠道机能。嗯，真的听起来很棒，尤其是减少香辛料的使用。其实我们现在都很怕多盐啊、多糖啊、多什么，好像就跟着慢性病就跟着来了。可是我知道现在其实现代人很多现代的这个文明病，我们想说营养是很重要的。那像您这边有没有一些提醒，就是像在这个慢性病的病人在吃这个过年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哦，这边的话还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地方是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因为我们的蔬菜的话通常都含有大量的钾离子，那其实它可以做一个特殊的处理，多一个步骤，就是穿烫之后滤掉我们的汤汁再来做食用的话，就可以减少他们对肾脏的负担。哦，感恩，刚刚仔细听到了哦，就是你在这个肾脏病的患者，只要你在这个材料像这个芹菜啦或者菜类啊，只要做一个穿烫，事实上就可以滤掉多余的钾离子哦，那就其实你也可以安心做食用。那其实刚刚不管是我们的主厨或是我们的营养师都跟我们分享到了，要能够健康的吃蔬食芹食，只要有一点点的小诀窍就可以做到。而在马来西亚的社交中心呢，他们也很用心啊，就一起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做年菜，还怎么样来健康过好年。透过画面带你一起来看。花三次在厨房，你还可以做东西。切萝卜，家庭主妇很熟悉，但是做新春素年菜，简单又要好吃，可就是个挑战了。那我煮的方式错了，所以我很想要学一些比较健康点东西，因为我整家人哦。全部都是胆固醇很高的。你看黄芪，大家知道吗？马六甲慈济社教中心邀请健康专家现场示范健康蔬食年夜菜，怎么吃的营养有色香味俱全。在饮食里面可以用一点药来，就是补回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中气啊，补回我们所缺的一些常常在生活上常常缺的营养。我平时吃白米，所以这个是糙米，虽然是有点不习惯，可是那味道很香。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也会很喜欢。为大家健康，会尽量抽时间去做啦。年夜饭你要让家人吃得开心，所以那味道啊、色香味都要俱全。所以我觉得像例如说花开富贵，虽然要这样卷一卷比较麻烦，可是它其实是让家人觉得说有过年的感觉。怎么样？口感如何？好吃啊！均衡食材料理，为营养加分，也把对家人的爱放在里面。是我们今天到现场啊，还邀请了另外一位，也是我们妙山厅的主厨蔡美纯主厨来到现场。美纯主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在主厨面前也有一道非常美味，而且看起来好过年气息的年菜哦。这道年菜的名字叫什么呢？花开莲线。哦，为什么会叫花开莲线呢？就过年的气息，然后类似可以让过年。
更好一些。嗯，感觉得到，像在这观众朋友看到画面上面啊，真的像一朵莲花一样哦，就取花开富贵啊。但富贵的其实哦，不只是这个金钱上的富贵，更多的是心灵上面的富足哦。那是不是可以请敏存主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菜的一些材料？里面有猴头菇、芥菜、白果、腰果，还有就是。还有很多像番茄，哎，我看到很多我不太熟悉的材料哦，像我刚听到白果，为什么会选择用白果呢？白果它可以增加记忆力，然后小朋友吃的、老人吃的都可以增强他们的记忆力。真的，我想应该是所有现代人都很需要。那其实我小时候最怕吃芥菜的，虽然说它是年菜哦，但是它都会苦苦的。有没有什么诀窍吗？那我们就先把它穿烫过，然后再来做料理，就会减少它的苦味。嗯，可是我以前吃的那个芥菜啊，都会煮的炖的烂烂软软，所以叫做常年菜。哦，是啊，就是煮，吃不完又再煮，然后吃不完又再煮，这样。对，那可是我现在看到的芥菜却不是这个样子，比较翠绿一点。嗯，口感会比较好，所以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吃。对，那你是不是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做法？哦，做法的话，我是用姜，把它爆香以后，然后再放一点水，然后放一些全部的食材再放下去，然后再调味，调味以后给它煮好以后再捞起来，然后芥菜再串烫过，再铺底，铺底以后，然后再淋一下酱就可以了。哇，你看观众朋友们，听起来好简单，对不对？这么简单的步骤，可是你却可以看到这么好吃的食材就呈现在你面前。而且你看这个芥菜先铺在底上面，就好像有这个花萼，有绿色的这个绿意。对。然后旁边呢，这些这个番茄切片之后，又把它多切了一刀，展开起来就像花瓣一样。其实就是一点点的巧思，却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哦，这个年菜好丰盛哦。那美存主厨，我知道您在妙善厅其实也蛮久了，您在那边几年了？快八年，快半年，八年，八年的时间。什么样子的，就是会让您愿意在煮素食，又是煮给小朋友吃的这个餐厅待了八年之久？我就带着一种幸福的心，像煮给自己小孩子吃这样。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對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发挥出很多的创意巧思啊，应该，这真的是你看哦，这个枸杞可以明目，白果可以增加记忆力，然后呢，这些又有膳食纤维，又有维生素 C， 真的是满当当的一个健康的菜色哦。那讲到健康，我们又要回来我们专业的这个营养师了。那您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里面有哪一些这个营养价值是特别值得推荐的？这一道菜的话，其实它用了大量的蔬菜，其实我们的猴头菇啊，一些菇类，还有番茄，还有芥菜，这都属于我们的蔬菜类。那其中的话呢，我们的番茄还有芥菜的话，富含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像是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 群等。那抗氧化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修复，还有保护我们的血管，还有就是预防老化等作用。我听到关键字修复细胞跟预防老化，所以要好好的来吃这道菜。那再来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使用我们的腰果。腰果的话，它跟我们素有素食鱼油之称的亚麻仁油一样，都富含那个亚麻油酸。那它的功用就是能够抗发炎，那同样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现在真的，尤其冬天的时候，常常都听到心肌梗塞啦，或者是说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生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过好年所以这道菜反而在很多的食材上面就可以帮大家降低这样子一个风险。那其实，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像我的亲戚就是糖尿病的，然后糖尿病的患者特别就是需要挑选食材来吃，有时候吃的不是很尽兴哎。那可是，在过年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过年的话，难免我们会面对一大桌的桌菜，那其实我们的心中可以有一把尺。但是我们有个均衡饮食的概念，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拿个餐盘来做个定量，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碗可以来做定量。那这个碗的话，不要是碗公，我们一般的小碗，300cc 的碗，对就可以了。那就是我们可以固定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蔬菜。那主食的话，希望可以固定在一碗以内。那蔬菜的话，可以一碗以上。那再来我们的蛋白质的话，像是我们的豆制品啦，还有我们的蛋类的摄取的话，也可以有半碗到一碗这样子。所以在夹菜的时候，自己心中可以大概记一下我夹了几次。对，真的心中要有那一把尺，其实那一把尺是不是规范自己的尺啦，应该说是促进大家自己健康的那一把尺哦、喔。那可是坚果啊，就真的很刷嘴耶，就很容易一直吃一直吃耶。那坚果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说每天一份就可以了。那一份的话，如果刷嘴，尽量维持在一到两份。那一份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喝汤的汤匙，一汤匙左右，不是汤勺哈，我就会很想用汤勺，千万别拿汤勺来喝。对，所以说虽然健康哦，对身体也好，但是还是要适量。对，毕竟它是油脂中坚果与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嗯，了解了解。对，其实就像是上阳清仓每一次在开市的时候都跟我们提醒，其实蔬食是很健康的，而且不管是透过自己的健康爱护地球，或是常养慈悲心的部分，都鼓励大家透过蔬食然后共同的来守护地球。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阳开市。人的口欲，每一秒钟消失掉2000多，一天动物被杀的满足人的口欲1.8亿多条的生命，一天哦，想一想，每天要供应被杀的动物有多少？那一种的怨恨啊，每一条都是生命，每一条都有灵魂，那一种怨气连天。你想人间安怎会平安？他当他们要抓、被抓、被杀的那个时刻，我怨、我恨、我报。所以佛陀说，将来末法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末法时代，那已经呢，世间进入了恶酒了，已经是很不干净的啦。阿弥呢，灾难地水火灾不调，爱不只是限制在人，寸动寒林皆有佛性，我们要尊重众生有苦难，我心里呢很悲哀，所以人苦我悲啊，那人伤我痛，人伤在他的身体上，痛在我的心理上，所以呢，这个叫做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我们以所有的众生呢，是不分开同样的生命的感觉，这就是大觉大悟，各位菩萨。实际人呐、大部分呐、都是无数的。假如再多一点爱的能量，应该呢，这都是看得到，咱都去给先导了。期待呢，我们这样生活习惯由实际来做起，那就是今年师父跟大家说的。感恩尊重生命爱，和敬无争共福缘，这就是我们
要落实生活。感恩尊重生命爱，和敬无争共福缘。事实上，每一天每一餐，我们都可以透过蔬食来过好年，更能够共同来爱地球，只需要一点小诀窍。那我很想问的是，营养师，我们事实上在过年期间除了主食以外啊，这个最管不住的就是自己的嘴巴了。这个期间点心啊零食很重要，我们应该要怎么吃才好？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水果当成我们的餐间点心，那它的话我们就是以一次以一份为限，一份大概是我们女性拳头的大小。对，那如果说有糖尿病血糖需要控制的患者呢，那我们就是也是建议他在餐间再来食用我们的水果，不与正餐使用，以免 当餐的血糖过高。对，那糖尿病患者的话就是一天以两份为限。对，那再来的话因为吃的时候啊，就是很想要吃那个洋芋片啊、巧克力球啊，那有什么替代或更健康的方式吗？我们可以选择比较低热量的，像是寒天啦，还是蒟蒻，这些比较富有饱足感，或者是海苔的话，它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饮品，像是花茶啦，还有我们的茶类，也可以提升我们的饱足效果。所以说这是一个小诀窍，增加喝的无糖的饮料，然后呢吃的部分把它改成比较健康的真食物哦。那在最后啊，您有没有什么在过年期间要来这个呼吁我们观众朋友提醒的事项呢？那就是大家的话，在享受美食的当下，细嚼慢咽，延长我们一餐饮食的时间，至少20到30分钟。对，让我们的饱食中枢有充足的时间告诉我们说，你吃饱了，才不会饮食过量。那再来的话，选择菜肴上面或者是烹调上面，尽量不勾芡、不油炸、不裹粉。对，那再来，围炉的火锅呢，我们可以选择天然的食材为主，少加工。加工品通常富含油盐糖，那也可以减少我们酱料的使用。真的哇，刚刚听到这边觉得其实不难呢，好像只要有记得这些小重要的重点就可以健康过好年。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妙山庭的两位主厨来到现场为我们介绍这么棒的佳肴，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重要的饮食观念。事实上我们只要用心，我们就可以健康过好年。最后非常感谢我们全球观众朋友来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新年期间也祝福大家诸事大吉，阖家平安，我们明天见。